啊，哎，那个鸟啊，不是叼上去的，是真鸟，我还以为是叼上去的，它在动。多么蓝的天呀，往前走你会消失在蓝天里。招仓跳下去了，唐塔也跳下去了啊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这边的餐厅，露天餐厅就没有生意啊，生意少，那边多。前几年都坐满了啊，只要是旅游旺季，所有的餐厅都不愁客人。现在还是差点，还是差点。还是差点啊，差点意思，差点行势啊。这个疫情啊，还有俄乌战争啊，都在打击人们的自信心啊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都在打击着啊。哇，街头艺人啊。哦，这也是一个。给他点钱。欧拉。不容易是吧，多少给俩钱儿。艺术家啊，艺术无价，说多少钱是多少钱。这是那种小的清洁队啊，打扫卫生的车，好像是电动的，感觉是电动的啊。那边就是蒙锥克山前边啊，蒙锥克山再往前就是巴塞罗那机场。巴塞罗那机场的那个规模呀，那个面积确实有点像一个大号的公交车站啊，比北京首都机场确实小太多了啊，但是也足够用了是吧，也足够用了。中国是搞这种基础是吧，铁公鸡啊，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，拉动 GDP。 这也是一个街头艺人啊，还是比原来少了，刚才大概只看到了三四个街头艺人，原来多了，至少二三十个。原来还有几个女艺人，画家怎么一个都没看见啊，画家原来都有。这个三轮，这个拉三轮的印度人啊，拉三轮的骆驼祥子，巴塞罗那的骆驼祥子，这都是印度人，巴基斯坦人干这活啊。哎，这就是哥伦布铜像，看到了吧？
这就是哥伦布铜像。哥伦布的铜像，这儿好不容易有一个西班牙国旗了啊，都是加泰罗尼亚的区旗，还有独立派的旗帜啊，好不容易有一个西班牙的国旗了。当初我们是奔着西班牙王国啊来的这个国家，也许有一天这儿就叫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了。有的时候哈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人算不如天算呀，没办法。我还是很喜欢西班牙王国的旗帜啊，这个国旗非常喜欢。过，这儿没有红绿灯。旅游大巴啊，它有不同的票价，这个有不同的路线。哎呀，这个房子上面这些雕塑真漂亮，大家看见了吗？房顶上的雕塑多漂亮。红灯了，这就是流浪者大道啊，步行街到头了，这就到头了啊。啊，这儿也飘着西班牙的国旗啊。全世界都在闹独立啊，全世界都想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但是俄罗斯啊，非要啊强扭的瓜不甜，非要把这个乌克兰再给拽回来，而且是用杀人的方式啊，这个我们接受不了，是吧？加泰罗尼亚搞独立，年年都搞，年年都有游行示威，也没开过一枪啊，对不对？乌克兰1991年就独立了，多少年了？都31年了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30年以上了，你还非要让他回来，对吧？有你这么不讲理的吗？这就是哥伦布啊，发现了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的铜像。雄狮啊，这儿有一狮子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啊，这儿还有，这小孩真调皮啊，登梯爬高的，跟我小时候一样。哇，好高啊！啊，那个是蒙锥克山，看看这房子上边的这个雕塑多漂亮，西班牙人的艺术啊，艺术天分。这个绝对世界数一数二的啊，绝对的。前边就是港口，到港口了啊，停着好多大型的游艇。哎，这是这个正面啊，正面哥伦布的正面。公元1492年，哥伦布啊，受这个西班牙刚刚统一的天主教的双王伊莎贝拉女王和菲迪南国王
派遣前往美洲啊，当时还不叫美洲可能啊。过过过，远一点再给大家拍一个啊，拍一个哥伦布的铜像。哎，这样看着啊，非常的巍峨，巍峨雄伟，高大挺拔啊，巍然屹立。哦，这也是支持乌克兰的啊。